金车股份有限公司生产各式多样化产品，并在全球设有多个据点。威士忌出口60国，包含美、英、法、日、韩等。而波浪咖啡出口至35个国家，与塞浦路斯、捷克与关岛市占第一。2005年，于宜兰成立台湾首座威士忌酒厂，生产金车格马兰威士忌，成为全球人气酒厂，至今获得近800面金牌。金车企业秉持着创新突破的初衷，以及对品质的坚持，持续开发更多优良产品及事业，提供消费者更多元化的选择。